梁静茹，大家知道喜欢听她的情歌，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。那2010年的时候，应该说2009那个时候呢，她在开演唱会之后，我们知道歌手之后都会开一个庆功宴嘛。这个庆功宴上，梁静茹的经纪人就介绍她认识一个人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个男生不错哦，哈，那跟你一样喜欢品酒，然后跟你一样喜欢去旅行。”就把这个男生介绍给了梁静茹。那这个人是谁？叫赵元同。那这个赵元同呢，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洋酒商的一个 CEO， 那算是事业有成。最重要是他是一个暖男。你想想看，梁静茹已经这么有名了，他的歌唱事业已经这么好了，他什么人没见过？就是。可是这个男人喝酒的品味跟我一样，旅行的品味跟我一样，当然就爱上了。两个人谈了恋爱之后，很快他们就决定结婚，所以他们的婚姻其实已经9年了。来看，这男人也长得像茂堂堂。对呀，9年前他们两个，他们也在海岛办了一个婚礼。哎，这简直就是电影海报嘛！你看。真的，这简直是生生世世白头到老，真的美。9年前他们结婚，可是他们光婚礼3场就花了台币快500万。之后呢，因为梁静茹他们现在有一个小孩了，那很多时候他就是比较少演出了，就照顾家照顾小孩。那他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是2年前。根据媒体的说法了，因为没有拍到，没有图也没真相，有一个说法是说，这个赵元同2年前竟然外遇了一个网红，到底是谁现在也查不到，而且赵元同也没承认。可是根据这个媒体说法是说，梁静茹抓到了，抓到之后当然非常伤心。我要讲这个婚礼是大家见证的，又来了，压力就很大，因为每个人都说你嫁得真好，你嫁得真好。对呀，结果你外遇，而且一定很崩溃，所以这个婚姻他一定要挽回。我相信梁静茹在某些方面也有女王的性格，当然就跟她先生有谈好，后来先生也说他愿意回归家庭。所以2年前这个事情虽然是一个危机，可是也是个转机。所以梁静茹花更多的时间在她的家庭上。那最近又发生什么事情？原来又来了。这次的对象更可怕了，是之前的员工，女员工，就是赵先生公司以前的员工。当然这个说法赵先生都没有承认，可是我2年来我呕心沥血想要维持这个婚姻，可是你不是啊。所以对梁静茹来说，我觉得她应该蛮崩溃的。所以你独林哥手上这个周刊，他们拍到是说梁静茹现在跟她的先生住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可以确定是他们已经分居了啦。而且梁静茹好可怜哦，你知道女人在失婚的时候应该蛮悲伤的，所以周刊就拍到梁静茹工作之外呢，就去找好朋友，她又去买了一瓶酒，你有注意，她去便利商店买了一个酒，然后去找好朋友钟成虎，然后在录音室可能就你知道哈，会诉离婚啊或婚姻的痛苦，然后才回到她住的地方，所以现在状况应该是在分居的状态。真的听了好替他难过，此情可待成追忆。就是啊，这些只是当时已惘然。就是马姐，我们还是单身好了。